我们占地330英亩的热带雨林水源保护地，蕴藏着一颗2亿年前的岩石，103种树木，以及120种鸟禽，远离工业及人为污染，在自然生态环境下，从420英尺的地底提取出纯净高品质的天然矿泉水。我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支矿泉水生产于1989年。今天，我们不仅是最畅销的矿泉水品牌，更是马来西亚设备最完善、规模最大的瓶装水生产商。我们时时刻刻都谨记着企业的核心价值。这些年来，我们不断赢得全球各地的认可，并屡获多项本地及国际奖项。凭借最新的勘探技术，我们可以勘探到准确的地点，以提取最好的矿泉水，确保质量及纯度最佳的水质得以保留，直到抵达您的家门口。我们在生产设施方面注资超过2亿令吉，我们全面的系统将确保生产过程免受任何污染，从水源至装瓶过程完全没有经过人手处理。我们经常对产品质量做出严密的检测，并依照国际标准对每一步生产阶段做出验证。我们凭借先进的仓库管理系统，将生产线到销售的流程优化，确保库存处理在任何时候都以最有效及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进行。Spritzer 含有平衡健康的微量矿物质，其中富含的硅有益于健康和美容功效等。英国的一项最新研究指出，每天饮用 Spritzer 有助于降低体内神经毒素铝的水平，减低患上老人痴呆症的风险。多年来，我们大力推广饮用 Spritzer 天然矿泉水的好处，并不断以提供安全与最佳质量的水质，确保满足顾客的需求。我们一向致力于环境保护，我们创新的 Spritzer 瓶身可供资源回收，重量轻，还可扭转，以节省更多的回收空间。员工是成功企业最大的资产，我们不断学习并定期进行培训课程，以提升每位员工的技术和相关知识。我们就像大家庭一起工作，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致力回馈社会。 Spritzer, the best of nature in a bottle. Spritzer, bringing life to water. Okay, hand in hand,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continuous growing together. We gain recognition and market share anywhere in the world. Go nature, go Spritzer. I'm from Spritzer.